密的文物正在那里静候着考古队。虽然埋葬墓主人的一号墓中迟迟没有带有铭文和纪年的器物出土，但其中的一件文物却让考古队改变了既有的发掘思路。在扬州那边有一个墓里面也出了一个这么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呢，它这个一般来说没有固定的一个形状，但是一般的研究认为呢，它是一种实用的东西，也就是说，相当于一种，比如说，或者叫还不叫自卫的，因为它出土的是在这个南京的墓里面出的，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他墓里面出的那个应该是他使用的东西，这个呢就是我们只要把它说到这个地步，大家都应该是很清楚的。